原标题500中国兵打退5000日军，敌人鞠躬致敬，谁这么牛。1939年9月希特勒进攻波兰时，远在亚洲的日本欣喜狂躁起来，新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提出，趁二战爆发欧洲无暇东顾之时，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。9月12日华中派遣军变中国派遣军，9月14日派遣军下属的11军下达长沙作战命令，计划从赣西、鄂南、湘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，在湘北新墙河北岸的笔架山战场上演了令日军惊愕的一幕，一个500人的阵地攻守战让日本军队重新认识了中国兵。电影《战长沙》在日本部队看来，他们只要想进攻某处，见所指，攻必胜，地稳呐。而且大战不效一周，小战不出一天，但草鞋岭一战让他们改变了看法。草鞋岭，笔架山以北5公里一山险，两侧为高山，中间一峡谷，经岭南下可抵新墙河，过新墙河再过汨罗江，便到长沙外围固守。此岭者，乃第九战区52军195师1131团3营，营长为少校史恩华，他带领500多兄弟再次阻击南下的日军。空此线者，是冈村宁次11军的13师团奈良部队，他带领2个连队5000人要过此岭。作战图9月20日，战斗打响。草鞋岭地势不很高，但山涧石缝草木旺盛，利于隐藏。我军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据险猛击，打退奈良部几次进攻，阻击5000日军2日不得前行。为此，史恩花部也伤亡惨重，半数弟兄阵亡死岭。打2天打不下一个500人的小阵地，对日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，对拥有2个连队5000人的奈良来说更是耻辱。奈良分析，从交战火力上判断，对方也就顶多一个营，为何一直拿不下呢？他决定重新调整进攻部队。草鞋岭战役中的我方军队，奈良哪会知道，这边的营长史恩华是下定了一死守的决心。29岁的史恩华是黄埔八七毕业生，湖北岱阳人，一毕业即投入抗日战场，从排长到连长再到营长，都是师长秦毅之提拔。谈回忆，史恩华为人正直，作战勇敢，他的一个哥哥史荣华是黄埔七七，也是谭毅之的部下，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。此时史恩华正以死保卫草鞋岭，只要我人在，绝不容许日寇从我这里经过。史恩华1910到1939年，史恩华想，为啥日寇侵略能势如破竹，为啥在南京敢如此凶残的欺凌中国人，我们人不如人，枪不如人，只有以死相拼才能打退日军。再者，此战我500兄弟一半都已长眠此处，我何言苟且活命。抱着这一决心，史恩华与奈良死磕到底，战斗中亲自一线指挥，肩部被敌人击中，团长让他撤后面，他坚决不听，当场过伤再战。次日傍晚，师长谭毅之打来电话，史营长，你们已按预定任务阻挡了敌军攻势，为全师调整部署争取了时间，现在任务已经完成，如无法坚持，不得已可向东撤退。未等师长说完，史恩华就打断了他，师座，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，既然你把阵地交给了我，只要还剩一兵一卒，都要与阵地共存亡。战长沙电影图，谭师长沉默了，不知该如何向这帮兄弟致敬，最后说，史营长，向全营官兵表达我的敬意。放下电话，史恩华大声对兄弟们说，弟兄们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师座说我们可以撤退了，但是我们一大半的弟兄已经永远撤不了了，我身为一营之长，不想生还，决心与阵地共存亡，你们中有愿意撤的，现在可以走了。
我不阻拦，满野的寂静，没有一个人走。当日黄昏，三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。战后，日军令附近村民到岭上清理尸体，附近村民上千人赶来，都想看看与日寇血战三天三夜，打得五千日军无法靠近草鞋岭的中国勇士到底什么样。史恩华革命烈士书，当看到山岭上碎尸遍野，没有一具完整的遗体时，老百姓忍不住跪地大哭。草鞋岭中国军队的英勇令日军震撼。日方史料在三营官兵壮烈牺牲后，奈良少将率日本官兵毕恭毕敬鞠躬致敬。战后，政府在激战的为三营专门修建了纪念碑，对史营长黄埔军校史馆有这样的记载：史亦是安华，湖北省人，刚正严厉，不苟言笑，有超凡之壮志。电影《战长沙》而据史家后人的回忆更令人落泪。你二伯恩华抗日的在长沙，史恩华的母亲常对他的孙辈唠叨，恩华新婚三天就走了，一直没回来。文献参考：李德福《侵华恶魔冈村宁次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。邹荣发现另一个湖南抗战记，湖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